炎亚纶2018年底爆出感情纠纷后，看似无坚不摧的他沉默了。时隔一年多，炎亚纶首次谈起那段往事，说那应该是我跌得最重的一跤，这件事完全改变我私底下对人信任的问题，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化学反应已经改变了，我不容易相信人了。非凡娱乐时